色。上次是什么时候啊？十年了。对，所以然后中间这段时间都是跑来跑去，然后每次跨年不一定是在台北市，然后都是甚至有时候就是在南部啊，甚至跑很多场。可是今天就走一场，所以其实我觉得感觉是很爽的，就是一个你不累嘛，然后你就是还要把一场专心的唱完，然后重点是又可以在自己的城市一起跨年，我觉得感觉很兴奋，然后很棒，希望明年也是可以再打远啦。对，今天晚上会有很多人，会有鬼鬼，然后会有卢广仲，对，然后会有顽童，大家今天来看。对，你们自己的表演啊，大家会期待。知道了，我在开玩笑。没有啦，就是其实我觉得。因为我们刚做完演唱会，在台中的演唱会这样子，然后今天晚上表演其实差不多是把一些演唱会比较就是比较怎么讲，现场表演起来比较精髓的部分，然后来组装一个简配版本，小的版本这样子，然后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，而且我们带的乐手啊都是演唱会的人班人马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应该会蛮棒的，对吧？